长就现在队长。不是我不是都要被送出去吗？不知道哎、欸。你们直接走到小房间就可以加入抢劫。Hey, good work, people. Great job. Nice, we're still in business. Very well done. All of you. Very, very non-incriminating. Yes, that's the word I'm looking for. You know, it's ironic given we, maybe now's not the best time to discuss irony. God, what is wrong with me? You know, I'm usually such a high achiever for a criminal. So, before we remove Professor Rashkovsky from his unwelcome stay in prison, we've got to clean up a few other loose ends pertaining to the case. Yes, it's a killing, but no, it's nothing immoral at all. Just lawyers. Well, the professor's old business associate and two lawyers, but really it's all the same. I mean, I always say, if you can't kill a couple lawyers to bend the law to your will, then who can you kill? Oh, here they are. Gavin Vandeloup and Josh Sherman. Get them on the way to City Hall. Get the documents they're carrying. The business partner is Dima Popov. Extremely rich, extremely paranoid, and extremely horrible. Don't cry for this guy. No one else will. He's renting a place up in Richmond Glen. Just him. And a huge security team. Get close to him, take him down, and after that, we should be ready to go.暗杀咯，看起来今天很迅速。我没有办法。有啊，你刚刚不是去抢了时刻表？买好了吗？我不是先买啊。护甲，你不是要买护甲？我每次跟人要买，要买你都靠不开。你问的时候我就买，我就买。你有几个？我那个皮夹，我还是这个。我看，我来豪宅好了。你再跟我一样在豪宅。哎呀，我还没换好衣服。你再跳回来换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老骂我不老骂你？嗯，等一下，我们到那个试真厅面前面那个大楼，我们先去踩点，然后你再试试看，你不能直接下去，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律师杀完之后，就可以马上趁机赶快去拿公司，不然赶快闪人。等到我们爬上去，其他就已经全部都堆过来了。我上次试是不行啊，你可以再试试看。会出界。本来就有帽子啊。会出界？会出界吗？是的，就是会出界，只能走到比较近的地方打。不然就是靠近那个梯子。就是已经打死之后，赶快滑下去，应该就可以了。我上次发现好办法是一个人开骷髅马，一个人坐副驾，然后把门就停在公事包隔壁，他下车上车就拿完了，就可以走，几乎扣不到血。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对呀，你有看过？你有看过？你有看过哪个准备都有在开库尔玛的吗？你看过？走吧。走，我们这边。等一下，我们就惊动那个我们的目标，他就会开始跑，然后我们就追杀他。Seriously, protection, maybe because I'm trying to kill him. You didn't hear that.
job done on the QT. I have. 他怎么上没开过去？ All right, you're going in on the quiet. 现在我们要暗杀这边的一个人。等一下啊，这个人。对。下车狙击，你狙不到他的，可见你现在视野上看不到他。 随便狙跑，不要啊！然后就逃跑，等他看他下面字样变逃跑，看队友会出击。你在那边等一下，找一下，加油！ 除掉！然后他死了，哎，我们都没有被发现。警察是根本凭空出现在我们附近吗？那上车吧，我们可能要靠近一点。你有看到人吗？ 谁需要什么库马，看拿了就走就好了。这个方向看不到。不是，是这个方向，我觉得看不到。你先上来。因为他任务就让我停在这啊。说不定这次可以暗杀成功了。 好，下车。看有没有办法找到人。他不是说在某处收集吗？可是实际上我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因为我每次都会惊动他。你有找到人吗？啊，我找到人了。 打掉！我也看到一个，我要等他停下来。在门口。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应该有。你有看到人了没？ Team 1 have made the drop. Documents secure. 在这里山上，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在中庭，然后在那边走路？你看那个长得像莱斯特的那个就是。 警卫啊，要杀一些警卫啊！我们还找不到那个男的嘛？嗯，他可能是坐到阳台哦。死了吗？ 那应该还有一只。
这里吧。死一个。哎，你们跑来了。跑来了。动太慢了，太慢了。要是直接杀进去，根本不需要等。根本不需要。但是在后面没有错啊。我们是杀去哪了？怎么跟什么啊？对啊，因为他们两个杀进去把目标解决掉了。干嘛不给我们慢慢打？对啊，我们要找到你啊！我想说你在山上。然后我搭出车了，搭出车了，那你就开走啊！开走啊！跳跳跳！来拍个照。我在这啊，我在车上啊。有你呢，很难找，很难找。我那很难找。哎，这张脸真的很好，很好玩的。要不我拍下来给你看？拍啊！哎呀，刚好结束了。你不太在现场吗？啊，不是，刚那个画面闪了一下，结果拍到那个闪的画面呢。哦。我怎么知道？这不重要了。好。不会啦。就算大家都很强，还是要有人拿铜牌啊。管呢？管呢？谁家？你家？他面对我家的话，我想说我在干嘛？是读取有问题，是不是？刚刚就面对你的话啊。